持我们了，因为我们昨天就到了。哇，可是就是每一次来到动漫相关的各种展览活动啊，都可以感受到大家超级超级的热情。好，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一件事，就是毕竟我们是日系偶像团体，然后其实平常休闲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是妥妥的 otaku。 真的真的，我们休息时间基本上也都是在看动画啊各种东西，可是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喜欢的作品这件事情。没错，所以我们就想要趁着这个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作品，或者是最近很喜欢看的东西。有吗？有吗？我先好，救急的那个，因为我从小就是不跟同学出去玩，我都待在家里看动漫这样子。然后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看偶像番，像是 Love Life， 还有《歌之王子殿下》跟《AKB48》。歌之王子殿下呢，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七个人，然后他们的代表色也刚好是彩色。对，我的应援色其实是彩色，所以大家这个部分有点沿用这样子，就是喜欢。对对对，然后呢，我有一件事想要跟大家一起做哦，就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喊三八啦配上，可以吗？好，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五六七，ドキドキで壊れそう。三八三八，下一个哇！所以家庭教师我
我也想到了一个，其实我原本脑中想到的就是少女漫、少年漫，但那个都有一点年代哦，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刚刚在场内绕了一圈，然后我看到了很多这个角色的 cos 哦，我就想说我要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东西，就是葬送的芙莉莲，哇，很大哎，对，因为最近正在热播中，就是它其实是3年前就开始连载的漫画，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很好看了。可是我一直在等它动画化，然后而且最近因为它一集大概就是快1小时多嘛，然后我最近就是通勤的时候坐在捷运上会看，然后结果我前阵子就是看一边看，然后我就在捷运上疯狂掉泪，然后别人就看着我一直看着手机，然后一直流眼泪，可是真的很好看，就是有点感，有点淡淡的感伤，但是又是算是很舒服的节奏，然后我在你还哭成这样，我觉得剧情是很好的，不然大家都去看嘛，看有没有哭，有没有哭得那么严重。而且没有，我今天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看到场上有很多的芙莉莲，我就想说我应该要来扮一下的勇者新梅人，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跟芙莉莲贴贴了。哎，不是啦，这才是你的目的哎，计划通哦。好，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好，啊，那我的话对我来说最影响很深远的动画是《派对卡孔》。推荐给我的，因为我有一阵就是心情蛮低落的，对，然后大家就推荐我看，而且因为我很喜欢看三国，然后孔明是我三国里面的人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哦，我刚刚有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扮孔明，然后他就这样，哎，我有看到，他没有来，他没有来。孔明应该会很好找，因为他帽子很高。嫌弃，然后派对他孔明，孔明怎么会跟派对有关系？对，然后我就有点嫌弃的去看，就看之后发现就是超级好哭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学音乐的，然后那阵子蛮低落的，然后那时候是英子，他就听到那个动画里面，那时候是叫好像是叫玛丽亚，他就唱了那个 I'm Still Alive Today 这首歌，然后我真的是他听到哭，我也听到哭，我就觉得天啊，这首歌也太感动了吧，就是会。你找不到目标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你有种回到初心的感觉。对，好，那我想说，看完派对他孔明之后，每个人身边派对他吗？不是，每个人身边都需要一个孔明。我也想要一个孔明。对 ，OK。对，那我要分享的是大家一定都听过的哦，珍珠美人鱼。啊，看过，对不对？你们有偷偷看过，对不对？没有，没有，有人摇头，哎，有人在用力摇头。但是大家都听过，但是如果认真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看完的人应该很少。我就是那个真正的，我真的是每一集剧情啊什么的哦，剧情，然后歌，我大概80%以上我都会唱。来一个，来一个，真的，真的吗？那我考一下好不好？来来来，太专业了。微微风吹起红白的。来一个现场演唱吧！好，来，来，来，这个时候就应该要闪亮亮的 IG， 我们来一首爱动曲啊！接下来请听下一首歌曲《TTP Festival》。来喽，来喽，准备好了。
签了一张 T。好啊，教大家左手七，右手比一，一个 TP pose， 可以吗？可以吗 ？OK， 好。爱心，爱心，哪个爱心？哪个爱心？我们再低一点，我们再低一点，爱心哦。好啊，人家也可以。都可，都可。是不是要介绍一下自己的 IG？ 那我先来，我先来，来那个我的 IG 呢是 CHUNANA 底线 AKB48TTP， 然后我叫做蔡雅恩，欢迎大家追踪我。好，换我了，大家好，我是原子竹竹竹，我的 IG 是 Julie JULIE 底线 AKB48TTP， 谢谢大家，欢迎追踪我。大家好，我是林逸云，我的 IG 是 YIYUN 底下 AKB48TTP， 欢迎大家追踪我，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林昀昕，我的 IG 是 REICHI01 底下 AKB48TTP，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那个大头贴是一个低胸马尾的人，所以请真的大头贴在这里，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大头贴，我们的大头贴，快去看，长得这样的人追踪。我昨天说我们长得很像木叶忍者村上面的那个石雕，有没有？我们是各种火影。好，那换 Mina。好，我的 ID 是 Mina M I N A 0728，底线 AKB48TTP， 大家追踪起来，谢